没想到你还有这爱好，斯兰青。我一直以为男子汉的乐趣应该是骑着骏马捕猎猛兽，没想到好不容易把你从法师塔里带出来，你反倒开始坐在这里钓鱼了。钓鱼比较好。怎么觉得我的猎场不够气派？他们不堪一击，法师塔的力量应该用于保护必要的东西，而不是伤害无辜的动物。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去捕猎过什么东西了，不过即便是在当年身为猎手的时候，我的对手也不是区区动物。伊娜，你没事吧？伊娜姐，伊娜姐怎么会变成冰蝶啊？托雷，快跑！这是做什么？放他们一条生路。我刚刚看着这些桶底的鱼，就在想，鱼离了水是活不成的，无论如何努力他们都跳不出这个木桶。但他们为什么还要挣扎呢？陛下，请回吧，我想独自待一会儿。陆晨，陆晨，这次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斯兰冕下究竟喜欢什么？你如果想知道欲望或者弱点，我没法回答。我们的导师没有弱点，但如果只是私下的爱好，那大概是钓鱼吧。钓鱼？钓起来烤了吗？我从来没见过他烤鱼。那是煎、炸？加上香草叶子一起炖汤。我没见过他用任何方式烹饪，事实上他好像就没钓起来过鱼。哦，原来斯兰冕下这方面居然这么笨，阿罗拉强多了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是钓鱼的事。钓鱼到底有什么用？如果想要好吃的鱼，用法术把湖水抽空不就好了？或者把全湖的水都冻成冰疙瘩，然后把冰疙瘩运上来，虽然麻烦了一点，但绝对一个都逃不掉。为什么非要用一条那么脆弱的线去做那么费力不讨好的事？你说的对，阿罗拉。
法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，但正因为能做到，所以不去做。正如有些事情，明知做不到，也还会拼上性命去做。啊，听不懂。听不懂正好。人总会去做一些不理智的事，或者费力不讨好的事。只要生而为人，不，只要是挣扎求生的生命，总会或多或少做些徒劳之事吧。嗯，阿罗拉更听不懂了。老师，我带阿罗拉回房间。嗯，拜托你了。Thank you.